的心意，七年未变。巧了，我也是，我喜欢他。这是一份新的企划书，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发给万成了。不请自来，打扰了。进来吧。坐吧。行。想喝点什么？水就可以，谢谢。齐大律师，有什么事的话，不妨直说吧。苏之念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的心思我多少了解一些。至于青春，不过是走投无路，把你当成了救命稻草。如果有什么，也只是暂时的。那你在紧张些什么呢？苏之念，你到底想从青春和华腾拿走什么？这话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。这样，我们不如上楼聊吧。感情这种事不比投资。往往出场顺序已经决定了一切。你来宋家之前，我已经跟他认识了十年，可以说是陪着看着他长大的，更不用说四年前，你离开宋家以后，我就成了他唯一习惯依赖的人。习惯这个东西，的确很可怕。尹南哥，你能不能马上来公司一趟？有份紧急合同找你帮忙。就能彻底改变。何况宋伯伯出事的时候，这个习惯没有帮上他。他第一时间向我求助，我没能及时赶回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很自责。当然也要谢谢你帮了他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回来了，所以以后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回来，我不感兴趣，但是我倒要真心感谢你，给了我再一次机会，重新回到他身边。毕竟，我对他的心意。七年未变，巧了，我也是，我喜欢他，我也有信心让他喜欢上我。尹南哥，你出发了吗？有些习惯是改不了的，尤其他这个人恋旧。有些时候，脑补太多不一定都是好事。我是法律专业出身，逻辑推理向来精准。总之，对于青春，我是不会退让的。我退让过一次，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那就看谁能笑到最后了。应该是看谁最后笑得最好看。青春急着让我回去，我就不多留了。啊，这么急催你回去，那你是该走了。